好，开始。第十课，小朋友。对，那是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。小朋友，上山。小朋友。朋友。蜜。啊，小朋友什么？蜜。来。蜜。来，这是什么字？我。的。那来就是来。这是繁体字，来。来，我的家，大家，下山。停。怎么可以停？刚开始。小马。也是我的。朋友，小马在家，好棒哎！你还要读吗？那我们就看后面的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看后面一点？好吧，那我们从这里开始。好，这是什么字？第三个，蜜。不是蜜。不是米，看起来像米，是不是？是来，你不要弄啦，不要弄啦。Skip, are you sure? 你要看其他的书是不是？你要看旧的书是不是？好，你翻到你要看的地方，要不要？好，那你弄啊。要不要弄？高山上有人，对，人下山。哇。